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由东吴大学所举办第28届苏州杯全国高中级辩论锦标赛。我是本场主持。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辩题。本场比赛的辩题为正方高等教育公共化，反方高等教育市场化。接下来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坐在主席左手方是赖鸿成学长。大家好。坐在主席正前方是黄尚华学长。大家好。坐在主席右手方是丁世雄。大家好，再来介绍双方辩题。正方的我台中公开的，正方一辩邱明正，各位好。正方二辩林国义，各位好。正方三辩莫尚德伟，首先由正方二辩担任，反方由市立大同高中担任，反方一辩王立，莫尚德伟。反方二辩王嘉玉，恭候在场各位。反方三辩李平安，恭候在场各位。谢谢我们两位辩友们。本场比赛采先是奥瑞冈斯司机，也就是申论，就是巡捷辩各四分半钟。本席将以3分30秒时按铃响起示范，3分59四分整时各按铃响起示范，4分28、29、30秒时各按铃响起示范。这时，台上辩士停止发言。本场比赛一律由本方先行结辩。比赛即将开始，请在场观众将手机调成震动分级音，免到比赛进行。本场比赛谢绝掌声。本席再次宣布，比赛将由影响分钟后开始。请正方一辩上台申论。各位好，现在理性讨论标定，所谓高等教育系指授予学士学位以上之教育机构。而根据高等教育市场化研究指出，高等教育公共化系指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资比例，以强化高等教育与政府高部门的联系。而高等教育市场化则为高等教育的营运教育生产者，也就是学校及消费者，也就是学生之间的供需关系来做调配。以高度公共化的德国为例，德国今年有9所大学进入世界前百大学校，而其境内所有大学接受德国政府的高补助及免除所有学生学费。在理清完讨论标题后，我方从两个层面论述高等教育市场与公共化。第一，市场化后学费上涨使学生负担不起，进而扩大贫富差距。先来了解台湾所得分配状况。台湾现在正处于所得分配极度不均、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阶段。就是报告指出，依据财政部资料，将综合税申报部分成20的分位。2005年所得最高与最低55%差距55倍，但2011年已飙升96倍，2012年则高达100倍以上。可见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再以衡量贫富差距基因系数为例，英国医生杂志上的报告便指出，只要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因系数超过0.3后，每上升0.05，提前死亡的危险就增加9%。台湾在2012年基因系数已达0.339，超过0.3的安全标准。可见台湾贫富不均的状况已达危害国家发展的程度。这种状况更普遍存在于亚洲国家，例如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而高等教育局根据三立新闻网指出，大学毕业起薪为28000，高中职毕业仅为23000，更甚至高学历者薪水到了40岁以后是其他人的1.9倍。也因此，大学对于实质薪资的影响，教育部便严明大学有促进阶级流动之功能，避免民工世袭的社会疑虑。而市场化底下，由大学改为商业营运模式，学
以他为追求最大利益，将学费调涨至学生负担不起的程度和上市薪资发展机会。以韩国为例，由于大学学费上涨过快，每十个大学生便有三个学生休学太过急促，其原因有44%是因为公司贷款负担很重，不想休学。更甚者，在美国竟有高达一半的学生因为费用问题无法就读著名大学。而根据新闻所做的评价显示，在抽样2023份的有效问卷下，60%的学生表示，以我目前的经济状况，没办法再负担更高的学费。可见市场化底下，学费上涨将会造成学生严重负担。而在公共化的情形底下，政府将透过限制学费及补助来确保同学负担得起学费。天下杂志指出，台湾低收入学生学杂费全免，中低收入减免60%，这样政策有效降低低收入学生的学费压力，让学贷比例逐年下降。由此可见，为了在公共化底下才能确保名额平整念得起大学，进一步保障个人就业发展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第二，公共化底下将能保障不具商业利益的科技发展。许多科技具有高经济价值的特性，诸如电子、金融等相关科技。然而，经济价值并非判断一个科技是否具有意义的唯一标准。以国际公法为例，新德克报道指出，律师多投入国际经贸的相关领域，而是台湾缺乏国际人才。但台湾与国际上主权上有争议，急需要国际公法人才替我们发声。可见，经济价值并非判断科技的唯一标准。然在市场化情形下，高等教育市场化对可能冲击因为指出，由于高等教育为了获取资金，往往会跟企业进行合作，使得企业进一步得以影响高教的资源分配，而企业为确保其所需的职业人才能够从大学培育，使得大学容易忽略没有绝对商业利益的公共服务。从不同学科销量来看，1970年前美国学位上有一半以上是人文学科，1995年后萎缩甚不到40%。而在公化底下，政府将会重视不具有绝对商业利益的科技。通过主动提供资金，让这些科技得以提升设备师资，甚至吸引人才。以台湾为例，政府提供公费留学于冷门科技上，而这些科技往往是一般自费生较不愿研究的领域。可见，在公化底下才能确保不具商业利益的科技得以顺利发展。综上所述，为了在高等教育公共化底下才能确保学生享受到高等教育，进一步消弭贫富差距，以保障不具商业利益的科技发展。因此，我方认为高等教育公共化。谢谢。请反方二辩上台质询。请反方二辩上台质询。就是你刚没有提出，就是在市场化后的国家，它的经济系数有点高吗？
好，那么等，然后先，没关系，我先，好，先确认到这里方面，并没有在这方面举证。我发现已经提出举证，告诉你说学费真的会上台，而且很多人更是因为因此负债。对，最后没有，我们来看一份资料哦，就是这边有提到，就是并不是每间私立大学，就是在台湾的状况下，并不是每间私立大学都希望调涨学杂费，就是学费。那么，因为他们在调涨学费的时候，很多学生负担不起的时候，他们招生就会出状况。所以我们可以证明是，就是不一定是每个学校都可以，每个学校都会想要提高学费，对吧？然后并且我们有提到，对，然后你刚提到美国的例子，对，今天就直接提出了英国跟美国例子，他们在那个在公共化在市场化之后，他们学费大全部都调涨了，对吧？好，那我们不希望调涨，可是那是在今天在政府还是公共化之下会有限制的情况下，他们不受限制，很多是因为现在的限制太过麻烦了，而且这个申请过程不会过审，他们觉得这方面有，那我们来讨论刚刚提的美国的例子好吗？是，就是在这边呢，就是不论是哈佛或者斯坦福，他们都有提供就是一定的名额给这贫困的家庭。这斯坦福他提供了四分之一的名额给贫困家庭。那么在美国这边，他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可以减免学费。请问还有林芳说的那样的状况？不要跟台下传一下资料吗？我放现在这里有然后没有，我发现告诉你说，在日本找到一点大学，他就算付起了学费，他就算提供了他奖学金，可是他仍然要付起1.2万的学那个学贷。那这边我们还有就是减免学费。好，对啊，没有，我发今天另一份资料告诉你说，在今天他上阿布达，就是因为很多那个名校，很多名校给他奖学金的，还有什么学费减免的，可是他告诉你说，那都没有。因为他是说那些学费减免根本只够他升过第一学年，所以他一直上不了更好的大学。然后这边最后面有说的资料是日本学生在有了奖学金之后还是要背负学贷，可是背负学贷并不代表他付不起，也不代表他没办法毕业吧，兄弟。他这边就是讲说他今天家已经是那个贫困家庭了，他为了上大学，他就是他是贫困家庭，所以请问奖学金有让他就是在背学贷的状况之下还是付不起？他只有说，他这边只有说他要背负学贷，可是他没有说那个学贷他是付不起的。台上辩是停止发言，请反方一辩上台审问。
消除垄断则是政府降低设立大学的门槛，让有能者可以自由进入高等教育市场，自由竞争。至于私有化或民营化，则是透过将原本的公立大学转由私人经营，增加高教市场中私立大学的比例。而我方认为，市场化可带来办学品质提升，原因有二：一、学更多资金；二、互相竞争。以下进行论述。第一点，增加资金，充裕的经费对大学发展而言不可或缺。教育资料与研究双月刊当中提到，经费充裕在学术卓越追求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台大的每生平均退出不到美国私校的十分之一，也是大台大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差异所在。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学校将有更多取得资金的管道，以提升大学教育的品质。在高等教育公共化的国家，各种取得资金的管道接受限制。举例而言，大学不能按照自己的发展需求调整收取的学杂费，投资上也处处受限，董事会甚至被要求自掏腰包补足亏损。大学与其他机构间的产学合作也必须上呈评鉴给教育部，评鉴结果更会影响到政府给予的补助，处处受制。而在市场化世界中，摆脱政府的管控后，可收取合理的学费，自由进行投资规划及产业合作，所取得资金也可弹性运用，如投资于设备、师资、课程设计、研究计划的提升办学品质。如美国与韩国高等教育偏向市场化，在可取得多元资金的情况下，造就许多顶尖的私立大学，如著名的哈佛、耶鲁、常春藤联校、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大等受国际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二、互相竞争。在教育公共化国家，学校营运主要资金来源往往高度依赖政府补助，而市场化后，政府不再有义务提供足以让学校生存下去的资金，而是可以让学校主动争取研究经费或奖金。在必须主动争取的情况下，学校将尽力提升教学品质，展现研究成果，借以得到更多资源。同时，为了得到更多与企业合作的机会或私人的捐赠与投资，学校间也必须互相竞争，因此有了自我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各大学在招生上也处于竞争关系，故为了吸引优秀学生就读，学校也会主动提升教学设备，争取一流师资，强化课程设计。因此，开放竞争将使办学品质更上一层楼。然而，我方在这边强调，高等教育市场化与调涨学费并非完全相等。高等教育市场化代表供给方的大学及教授负责供给教育资源，而需求方则需拿出供给方满意的条件作为交换，而学生能拿来交换的筹码，除了实际的金钱，也就是学费之外，还有学生的素质以及一个真正有潜力、有才能的学生，其实有机会得到大学重视，而得到奖学金。例如，史丹佛每年提供奖学金给来自贫寒家庭的学生，占每年新生比例的四分之一。哈佛的财务补助计划也行之有年，家庭年收入低于6.5万美元者可以免费入学，受惠学生占整体学生五分之一。此外，也有学校表示，基于招生上理由，学费反而不会升，反而降。而根据教育资料与研究期刊，高度市场导向的日本高教环境中，有些私立大学学费占人均 GDP 的比例仅有17%，相较我国公立学校平均15%，私立学校22%而言，并非难以负担。而我方认为，市场化的价值并不单于学费的上升与否，而在大学拥有更多自由决定发展方向，转为应有弹性来促进发展。综上所述，我方认为高等教育应市场化。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
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
怕受限。当对方没有承诺，他说市场化到底会不会提升学费？然后经过刚好通话，对方没有言说，在他们世界底下，既然要进行经费自主的话，那他们既然经费自主这件事情势必要抽取政府补助，因为有补助的话就会对他进行限制。所以对方市场化的情况之下，在没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之下，对方没有要透过调涨学费的方式，学费上升势必是对方市场化的一项趋势。那对方没有感，就是这个部分，在我方刚刚咨询的时候已经确认过。那对方没有学费上升，再加上对方没有如何证明说学费上升之后真的能够弥补这财政上的缺口。再者，这学费上升之后，教学品质真的有提升吗？好，就算真的有，好，真的有。那教学费上升之后，在那些学生无法就读的情况之下，人才流失，一针一减，你方如何比较说这是整体高教环境品质的提升？我方刚刚的资料也举出说，现今的奖学金的解决率，早稻田大学经济接待就表示，他每年的必须，他现在的必须负担12.2万的日元的贷款，也就是说，就纵使他领取奖学金之后，在贷款上面，他仍然要承担这种学费的压力，也就是说，纵使对方想要讲奖学金这部分，我方提出一份想看怎样，所以在奖学金这部分的话，我方认为奖学金的解决率不够。纵使再者，我方也提出一份资料，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因为他的学生原本可以申请台大，他的分数非常高 ，SAT 2000多分，却因为自己的哈佛大学要6.8万美金，而阿拉巴马大学只要2万，而且阿拉巴马大学还会给他全额奖学金。补助使他只能去读不符合自己程度的大学，这就是我方认为市场化之下体现的厉害。当他没办法接受这个较高的教育品质之后，他的学习品质同时也降低了。所以，观众朋友要跟我反问这个事：今天您方为什么要奖学金这件事情，能不能领取到奖学金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学生的入学标准？您方是用怎么样的标准去衡量说，今天达到奖学金的能力就是我们该不该招收这个学生？相反，在我方体制之下，我方透过我刚刚也举出德国例子，就是学费全免，意思是我考试成绩只要到，我就符合这个大学能力的标准。我方是透过政府某一个考试制度去制定这个能力门槛，也就是说，在我方之下，能力门槛这件事情是有公认性的。他方只是有一个奖学金能不能，就有没有达到奖学金的这个能力指标，去判断说这个学生是不是这适合这个大学。所以在有能力又没钱读书的人身上，我方认为我方能够确实保障这些人读到自己适合自己程度的大学。好，再者谈对方辩友今天讲的竞争力的部分，他方认为说，在他方世界底下，自主化能够提升竞争。那先跟对方辩友确认，对方辩友您方想要讲就是自主体制之后，市场竞争下压力能够促进这自由竞争，对不对？那我方也告诉您方说，今天您方假如说要对师资进行的。对师资的调升，那您方在师资调升的部分，他真的会依据他的能力去做一个竞争吗？师资竞争，学校真的会看他的能力吗？还是市场功利主义之下，这个老师有没有帮我招收到足够的学生？这个老师有没有帮我招收到赚够多的钱？这个老师的名气够不够？我再来任用这个老师。所以市场竞争之下，衡量一个老师的良率，真的是看这个老师的能力吗？还只是看这个老师的招生标准？请对方没有论证，因为这是市场功利主义之下会导致的结果。好，再者，对方辩友今天要谈就是公共化限制很多，如同我方所讲的，就是在经费限制之上，对方辩友始终没有举出一份资料，告诉我方到底经费限制不合理之处何在，使对方辩友必须要主张整体经费的自由化，而这自由化风险就会导致说，我方刚刚所讲的恶性竞争加上市场竞争、市场自由经费运用之下会导致的弊害，所以在对方辩友没有充分论证需要性的程度上，我方认为根本没有经费自主的必要。我方申论到此结束。请反方三辩上台提出。请反方三辩上台质询。
请反方三辩上台质询。今天，您方政府提出了这个政策，可是呢，并没有告诉。
哦，是我其实资讯都是公开的，就资讯都是公开的。地方政府资讯是非常公开的。啊，资讯不公开，那难道你方市场化底下学费调涨资讯就会公开？我方。可以如果连政府，请台上电视机请发言，请反方二辩上台宣布。请反方二辩上台质询，上来宣布。请反方二辩上台申论。学费是主要来源。好，那么再来最后面有提出的第二点，他们
被忽视，或者是被不会被重视。好，那么我们这边已经完整举出了资料来击倒这个论点，连哈佛、耶鲁，还有麻省理工，他们都仍保存了，就是普遍没有，我们都可以知道没有对应产业的温室折。好，所以这方面我必须要再继续论证他们这个论点。好，那么再来这方面有质疑是，他刚刚在上一轮说的是，就是我们必须要说明他方世界下教育部的教育部合理的他的评鉴是不合理，他的限制是不合理的。好，纵使他限制他，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个推论，他为什么会做那么多限制？因为他本身的资金已经不够了，在他资金不够的状况下，他会加重他的限制，让他们资金给大学不会造成他们政府严重赤字。所以我方认为他们有这么大的限制，我方也不确定他是否合理。我方认为这个评鉴这个限制的存在是因为政府的钱不足。那么好的，而且最后面我要告诉我们说，就是在企业就是给我们钱，的确会造成他方所说的什么贪腐或者其他的弊害。最后面我在这方面必须要再进一步论证，我方才能了解的确，而且这方面我刚才也承认的，他方的世界下，他政府的确他们经费解决，他的经费的确没有就是市场化，他可以提供的经费的确不是市场化现在捐赠可以给你的。所以这方面我目前已经承认了他方世界下的资金是不够的。好，那资金是没有我们充足的，而且我方刚刚有论证了，就是这些学校也觉得他们在经费上面限制很多。好，再来这方面，我在竞争上面，他们提出的是，他们觉得会有恶性竞争状况出现，并且他们觉得就是他在压低学费的状况之下会招一些很不好的师资。那么在这样状况下，我可以告诉这方面有说，这些学生他在知道这所学校他压低经费是因为师资很烂。而在找的师资很烂的时候，这些学生他并不会选择这所大学来就读。谢谢。请正方一辩上台提出。请正方一辩上台继续。对，让他的处理成为一个弊害。对对对。
然后没有在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存在，就代表说一定会有烂大学存在一段时间。那我方认为说这段时间就是不厉害，对吗？好，就看到说对方跟今天跟我们谈到学术学的例子，就是今天看到说他其实只是因为台大徐州入校，其实他自己环境跟设备都还没，就自己他都还没准备好，所以他才那个，还是就是限制他。还有对方没有，我方今天看到说。这边它限制，为了保障教学品质，所以他们把师生比限制在1:27。那个，联方今天告诉我说，这些限制是不合理。然后联方呢举出说，因为我们已经举出了很多那个限制是好资料，跟联方呢举出说限制是不好资料，对不对？我们只是联方今天不是告诉我说这些限制是不好的吗？对不对？联方这份资料不是在讲刚刚说的那个部分啊。对，对不对？我方今天告诉你，不是这样资料，只是告诉你说，其实台大学。只是因为他自己徐州入校就还没准备好，所以我们才不给他过。好，对吗？我方是。等等，他没有准备好，所以让他给他过，让他自己准备好吗？有没有？就是因为他时间，他东西都还没准备好，我们怎么可以让他下去运行啊？对不对？我方今天告诉你说，他今天那师生比限制在1:27，我们有这样的限制去保障他的教学品质，对不对？你方今天论证说这些限制是不合理，只要再来跟看一下吗？对不对？这跟经费限制。就是我方只是告诉你说，在一些学校他会去限制他那个，就是政府会有很多的限制去保障他的教学。对，我方固然知道政府某些限制是合理，可是我们提出的是不合理的部分。有没有人看一下你刚刚提出的资料吗？好。就是我方刚刚前一轮咨询答辩之中也有提到，就是这是很多大学他觉得政府限制他政府不但经费给的少，他给他他他也限制他去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好的，我们这边还有，他就是说他限制他说奖学金至少要占他的总支出的3%以上去保障，说他真的能保障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学生他的吗？好，那没有，先您方还没拿出资料，那我方先问下一个问题，那没有，您方今天我方今天那个，刚刚那份资料我们要其他点。今天政府没补助大学这么多钱，就是在今天联方今天抽掉政府补助之后，联方如何论证出他今天的经费真的会比现在还多呢？好，那么我方这边提，就是刚刚我刚在深圳的时候讲到的北美就全报，那么他这边有说，就是他通过捐赠而来的金额高达361亿，364亿美元。这个数字请联方论证到。不是，联方有比较数说他以前在公共化底下，就是他有比以前公共化的资金还要多吗？会不会其实以前政府补助给他更多，可能400亿，现在只有300亿，有没有？联方有论证出说他现在资金真的有扩张吗？资金真的有变多吗？对不对？好，我帮这么说好了，就是这些捐赠来的金额占了85%，原本政府的金额占15%，那么按照这样。原本15%不够，他全部原本1000块，他占10%，他就是100块了。那今天如果他可能只剩100块，然后他占85%，那他也只有80块，对不对？你方利用比例告诉我说他今天经费有变多吗？对不对？我方始终没有看到说你方今天经费真的有变多一次。好，所以你确认到这点，那接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就在他捐赠来源变多的时候，那么他可以获得这么多的资金。这么多资金可是真的比我们现在公共化底下多，市场这边公共化多啊，对不对？还是没有看到你方这样的论证。所以那是你一定要论证说公共化比较多。台上辩是停止发言，请正方在辩上台申论。现在处理冷门科技这件事情都没有说，在哈佛、在顶尖牛津大学那边都还未必存有
文史学相关科相关学系，但这件事情不代表在那个市场化的底下，学相关的科系文史哲科系是被排挤的。我们怎么说？我们这份资料告诉我们，在美国的爱丁波洛大学宣布在停掉哲学跟世界语还有文化等学位，或者是哈佛主修人文科系的学生，在过去十年来已经减少20%。换言之，在那个对中央这种世界底下，不仅是大学端，还有学生端，都会因为市场机制去决定他要不要就读那个科系。再来，但是重点是一件事情，公共化学生你会选择他想要的科系，或者他也会因为市场机制而选择比较热门的科系。但更要注意的事情是，国家会主动介入冷门科系渐渐衰微这件事情。比如来说，台湾会对于冷门科系所培养的专业技术给予公费生的补助，是一般学生不愿意教研究的领域范围中文史学相关科系。换言之，公共化的世界下，政府会为了保障那些冷门科系能够继续存在，相关比如说人文学系的人才，或者是比如像有物理数学系那种理论学系的人才，所以会愿意提供公费生来让他们提供经济诱因给那些学生来去做。相对的，在市场之下，状况可以有吗？好，再下一个问题，都没有说到互相竞争跟经费竞充裕这件事情。互相竞争，我已经举证了，在现况下也会有恶性竞争的问题。比如说师生比如果解除之后，是学校就会透过为了用低学费来招引学生，来压低教学品质，来压低教学师生比或是教硬体设备的币值的破旧，来为就是为了用低学费这件事情。而专访说可以借由市场机来做淘汰，都代表检验它能不能被淘，检验它是一个坏的东西，是不是需要时间来验证？需要。换言之，我方就认为，在这个风险底下，学生去就读了才发现这个科系是不能选择的科系，我认为这个风险就不能被承受。好，再下一个，就关于经费充裕这件事情，都没有说。我这份资料，不管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政府的补助占5×5跟1×5。换言之，如果今天在市场化底下，抽掉了政府的补助，少了5×5的补助，1×5的补助，那么您要怎么论证，在从什么方式来获得更多那些少掉的经费呢？我们应该再论证一件事情是，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最多其实另外一个第二大项最多经费来源是来自学杂费。换而言之，想要获得更多资源的使用，获得更多资金的使用，就得收取更高的学费。所以我刚才论证，在英国从1989年从低学费政策解禁之后，从原本的1000英镑每年1000英镑涨到了9000英镑。换而言之，在对方现有世界底下，想要获得更好的资源，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实际上，提升这件事情本来就需要花更多钱的，来用更多钱来去创造。好，再下一件事情，在我们有谈到，不瞒你谈，关于经费过高会导致，甚至是因为经费的提高导致，比如说王举证，在韩国有55%。有30%的学生因为学贷过于负担，因为学贷过于沉重而休学。而休学，换而言之，今天在专门还说，韩国已经市场化大学，因为学贷过于沉重，因为要付为了用学贷来付得起那笔学费，结果发现，在美国有800万人付不起学贷，一辈子付不起学贷，缴不清学贷，或者是在韩国也有30%的学生缴不起学贷。这就是我们主要想要告诉各位，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容许。好，再次，我们主要去谈到，为什么去谈到这？很多时候，大学的科系、高等教育，很多时候都是政府推行政策的一个主要推手。我们需要人文科系的人才，我们就需要有相关科技来培育相关的人才。我们需要电子产业的发展，我们就需要培育出更多电子产业的人才。或者我们想要说明贫富之间的差距，我们一样可以透过高等教育，一样也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工具之一。换而言之，这些例子要告诉各位，其实很多时候高等教育其实是可以为政策的推行跟政策的想象来去做推手的。所以都没有，可是所以以此可以推导得出，政府其实对政府的考量，其实很多学校是需要更多元性的。比如说，他想要多是需要考量到很多元的价值，比如说公平，比如说人才，比如说像人文史学冷门科系的没落，他们都得需要顾虑的。而多元价值的背后，都代表是一个族群可能会因此而消失。台上电视提示，各方认为公共教育、高等教育应该要公共化介入。请反方一辩上台质询。Thank you.
推荐一段，就是你刚提到美国爱爱丁堡大学就然后跟伦敦系的。这一讲说，哈佛主修人文科系的学生在过去十年已经减少20%，就是主修人文科系的学生。然后这一讲说，爱丁波洛大学宣布停教德语、哲学、世界语言文化等学位的课程。而在产生市场化情况下，会因为市场机制会淘汰掉一些冷门的科系。而我方想要强调的事情是，公共化会主动避免冷门科系所遇到的危机。就比如说提供公费生 的位置，再多放在刘春章就讲说，你后面就要说，一些公立大学由于经费削减，人文科系被撤展，所以意思是联邦政府根本就经费削减，所以他们才要撤展。这也是讲说，这也是指的是斯坦福大学，这讲的是就是比如说斯坦福大学这件事经费削减，所以人文科系被裁撤，或者是这里的爱丁堡大学，他们都会因为。就算这样好，你妈，黄国都懂你妈意思。你妈只是就是说，就算是在公立大学，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不是我方的意思说，林芳今天提出这一份，他们被停掉了，他们被宣布停掉的原因是因为林芳的经费不足嘛？因为他就是说，一千光在于由于经费削减，所以人文科系被裁撤掉，所以根本就不就是好的因为经费削减，所以他们为了让保存热门的科系，所以要先让冷门的科系先停掉嘛。所以我方这不止。我问你说，是因为你的政府经费，所以他们才会被。那个，他经费只是整体的经费，从比如说学杂费或政府的补助这两个，或者是其他比如说捐款整体经费的削减，所以他们先优先裁撤掉了人文的科系。就是你们这边知道是这样讲啊，就是他说的经费是指的整体经费，不是政府给了少一点钱，他就直接把比较反正可以不知道一件事情是。如果政府少给一点钱，那些企业、那些科系、大学科系会优先裁撤掉人文学科吧？如果照你刚才的逻辑来讲，如果经费指的是大学的政府对于大学的补助的话，好，那继续下去。那我想请问您方怎么告诉我说政府为就是政府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的科系？这里讲说，我们先讲比较实际的讲说，教育部会提供冷门科系的公费生，是一般自费生比较不愿意研究的领域。因为都有你说都有文史，比如说很多时候很多科系，比如说历史或人类学系，他们在市场机制下可能就有那么的产业价值，可是他在人文层面、人文价值上是有他的，与其就比较比如说我刚一遍搞题的国际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在。国际法在台湾，因为市场的机制，所以导致很多学生不愿意选择国际公法的诉讼的，而反而都会选择在学习国际法的时候选择是国际的财经贸易，在相关法律的，就是选择更有市场价值的科系的。而我想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会去主动阻止，或者主动避免掉冷门科系。我想问你说，为什么政府为什么原因？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政府本来就应该，因为他本来就要维护在资源的配置上，本来应该要有多每一种价值，本来就应该要去衡平的考量。现在状况没有，你方状况反问，为什么你方什么事情都要讲求追求人才？就是一样的，就是我方只是认为政府的角色就应该要更着重在于，比如说冷门科系的发展，或者是弱势的补助。政府的定位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下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就是您刚刚提的什么恶性竞争会，它会因为经费低，然后什么财政经费的。那我问题是说，他如果今天想要在我们的市场化情况下达到竞争的话，他怎么会去想说要减掉他们，就是专属于他们品质的部分？因为很多时候学生考量的不一定是实质，有可能是经费啊。所以我方认为不能让学生承受这种。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请反方三辩上台申论。
请反方三辩上台申论。就是这所大学，他想不想，但是他能不能可以去达成？
请台上辩士停止发言，请正方二辩上台继续。请正方二辩上台质询。
不同市场的面向上。好，没有关系，你调调先跟他们确认到这里。那你房间讲说这，我房间一直在整说这控制是不是能够提升教学品质这部分？好，没关系，就算你方针教学品质提升，那你方学费提升之后，你的产优势，我方针没有，我方针没有问题。对，没有，这我们在手持跟包括前阶段合法的时候就已经跟你方确认过，你方世界底下学费提升就是一个趋势。好，没关系，先跟你方看一下这个资料，就是目前这些状况。请台上辨识停止。高学费60%的，谢谢。谢谢。请反方结辩上台坐席。
这个是电子。请反方结辩上台辩解。
请正方解辩上台说。各位好，首先处理前面公方。今天对方公对我跟我方讲说，在他方之下，我们科技也会发展。但我方想讲的是，在我方世界底下，我方当然认为科技会有发展，但我方不会忘记落在后面的科技。第二个，今天他方讲说教学品质的问题，今天他方又必须要，我方已经建立了共识，就是市场化提升下学费提升这件事情，在他就算他方辩友的教学品质真的提升好了，学费提升之后，人才流失或是教学习品质下降之后，这一争一解，您方如何比较说整体高教环境品质真的有提升？第三个，今天我方世界底下，我方已经告诉你说，在我方世界底下，亦有许多公立学校，例如德国、瑞典、芬兰，都是世界前百名大学生，以及我方的教学品质没有比您方差。好，回归到大学的本质，今天其实对方没有想讲的概念就是效率，他们想讲的是就是自主化中能够更有效率，透过市场自由经济的方式提升效率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追求的是这个部分。好，在我方公共化体制下，我们回归到大学本质，大学至于国家重要性在哪？当我今天国家要发展电子产业这项政策之后。当我今天国家要发展这项电子产业之时，我不会需要仰赖大学培育出电子方面专精的人才。当我今天要发展历史文物古迹的维护的时候，我会需要大学培养一些历史文物方面的专家。当我今天国家要顾及贫富差距太大的时候，我方要顾及社会公平这件事的时候，我方政府会要求大学限制学费的调涨，去避免贫富差距扩大的事情。原因就在于这些政策是为了保障国家多元价值，因为国家是由多元价值组成，学术、文化、科技、体育、经济等层面都是国家的价值，而这些多元价值影响层面正是这些多元族权利，每个族群都有每个族权利，这个国家身为国家由人民组成所必须要保障的一个部分，而透过这样的政策去保护的方式，就在于公共化体制之下，政府跟大学通过一个沟通管道。让他们在建立沟通这样的机制之后，政府有需要给大有需要，然后跟大学说，然后大政府再透过补助学费的方式，透过各项补助的方式去请大学培养相关科系、相关产业的政策，去要求大学培养一些国家有需要的产业。例如我方刚刚也讲到，就是国际工法，政府会透过一些公费生去。请大学支持政府目前要发展政策，也就是国际工法的缺乏，原因就在于这些国际工法对国家来说是有需要的，而这项政策是体现在公共化之下的政府及大学沟通机制。好，今天这样国际工法有需求中，它无法体现在经济层面上，虽然无法体现在经济层面，但是我方也告诉你吧，我方自始至终就也没有任何说追求经济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是追求经济，它往往会忽略其他层面的价值。因为企业在追求这些经济的时候，它是一个单一价值的衡量。在我方世界里讲，政府所采取是一个通盘性的政策考量，它要顾及到不同族群利益、不同族群价值，所以它每一步的决策都会是有牵动到许多的层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方认为，在政府的管控之下，更能够保障这些多元价值。也就是为什么这高等教育之于政府。多元价值底下政策是一个垫脚石，因为这些政策跟人才的培育之间有极大的关系。我不管是人文科技还是热门科技，还是要达成各项的，假如说贫富的自由或者文化价值的培养，我都会需要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光主张高等教育应公共化而不是市场化，因为市场底下过于的单一，这追求这个单一经济效率，虽然没有过去会讲说这些经济有很多层面的发展，但经济层面的发展跟文化层面完全是两回事。经济层面发展当然会有很多的产业，但在经济层面另外一个部分叫文化价值上，许多的产业是无法发展，许多的科技是无法发展。所以我方主张，例如说刚刚的国际公法，还有我方一辩法就有提到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方主张高等教育应公共化，原因就是要进行一个多元价值的管控。谢谢各位。
告一段落。在欣赏了精彩的比赛后，让我们来欣赏最精彩的颁奖礼。首先有请出来主持这场棒球赛的双方。双面看回答。上次在打的时候，让我有一点感叹，就是感叹辩论比赛在议题讨论上的一些局限。为什么这样讲？原因是来自于我觉得经常在双方的口语表达理解有错，但其实对我而言，其实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到这个辩论的核心。但我猜想它可能跟某些因素有关，是来自于辩论它终究是一个短时间的竞技，再加上它可能会需要水平裁判。所以我们方会有些策略性考量，是我们只好去讲一些政治正确的话，来在短时间之内达到说服的效果，而导致其实有一些真正应该被讨论，但是可能不是这么讨喜的一些概念，没有办法在辩论里面传达。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我觉得今天在里面在讨论高等教育的公共化跟市场化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基本的核心观念，你要想去区分这两个概念差别。公共化只是它其实带有的是一种普及。去商品化的一个想象，所以它不应该会因为个人的所得、经济能力或甚至能力而有待遇上的差别。我们对公共财想象它是这样，是大家都是平等。对，所以它第一个应该要去问的问题是，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念大学？对于反方的那个市场化的想象，当教练那个商品，它就是有能力的人、有钱才能念。对，那真的大家都需要念大学吗？那大家都念大学了，会有什么问题？或是只有少数精英可以念大学的时候，那个问题是什么？其实第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认真辩论。可是这样的比赛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在碰触这件事情，大家好像觉得念大学是件好事。对，所以你看，连反方都要去积极主张说，在我私底下，那大学里只有一个坎。对，反方只有到结辩的时候才去谈，其实你不觉得所有人都要念大学？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念大学有比较好，你懂吗？你这做了一个价值上的判断，可是这个价值判断的本身，它没有论述的基础来达到说服的效果。于是你其实需要进一步去谈，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念大学不好？其实这才是关键。因为对我来说，我怎么会觉得这我评了应该是两三场这个题目的比赛，的确好像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反方稍微吃亏一点。那我大家可以想象，原因是台湾目前现阶段的发展来说，在价值观、国人观的确稍微偏向公共化一点。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可以，如果场上辩论真的要进行思考的话，其实你可以从台湾现行之下的发展去找一些问题的病症。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大学的发展一部分它其实会跟国家的发展或是产业结构它其实会有些关系，可是。会想看一件事情是，所以当我们会觉得念到大学的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觉得至少是中阶管理人才以上，或者是高阶研发人才。可是如果当所有人都去念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对，就是会有所谓的学院不一致，就是或是高才低就的问题。其实台湾目前的面临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台湾做了有一些类似公共化的取向，所以导致。五年五百一线是分给好几间学校，你懂吗？或是我们教育资源其实是最低阶的私立大学，其实还是大家最有补助，只是比较少的。对，所以他会有问题是，即使是就是台大这间学校，就目前是台湾获得更最多教育资源的学校，它其实在国际上的那个资源的比例其实还是相对落后一点。所以例如说像台大老师超级不满，你懂吗？台大老师都觉得我们要去打世界杯啊，你怎么才给我这点预算？从小就应该把所有私立大学或者什么公立、中资辈以下，或者的预算全部砍掉。对，所以很多台大老师都是秉持这样的想法的。我听过一个他们最常使用的论调，讲的说法是，如果你去看中国大陆的发展，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的那种就是一二级城市的那种大学的那个经费是比台湾的好几倍之多。对，那后来台大老师进一步去比对，那到底？台大的那个预算补助到底相等于中国的哪一个大学？会发现三线城市的兰州大学，就是我台大补助跟兰州大学的补助是一样的。所以你懂吗？所以后来很多台老师都说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学者交流算很委屈，因为中国大学的人说哈哈，看我们用资本主义搞高等教育，我们用社会主义搞高等教育，对，
这很怪的嘛，那高等教育 的分配跟取向上是倒过来，就是我们在高等教育想象上是非常的相对而言是偏向公共化的想象。那的确是有些问题，就的确即使是台大的学生，好像真的在国际上竞争力也没有这么的足够，所以会发现台大台湾最顶尖的那些人才，好像大部分都是海归派，就是从国外吸取经验或者在国外留学生回来的，会相对强一点，就是很尴尬，你懂吗？台湾缺乏最高阶的人才。但同时也缺乏低阶的那些蓝领阶级，所以我们看引进外劳，真的很关大事情。我们超多的中阶人才，那你就发现他就有很多人是他念了大学，可是他根本找不到匹配的职位，对，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去做讨论。那比如说，我举第二个问题是正方的论述，你想象的一件事情是你觉得无论是谁。念了大学之后，他的人生都会变得更顺遂。念了大学之后，他的薪资所得都会变得更好。但他需要提出的疑问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念书的这一块料？其实未必，你懂吗？其实未必。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在反思教育制度的时候，其实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他也接受教育，某些时候可能是阶级翻转的工具。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个阶级翻转的工具只有利某一群人？只有利那些的确是有能力念书、有天分念书的穷人，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念书。